11月12号，38岁生完二胎的全智贤出席首尔某品牌活动。她身穿白色长款羽绒服，中分卷发搭配日常简单妆容，面带笑容向大家打着招呼，十分的温婉甜美。据悉，2012年4月13号，全智贤与崔俊赫在首尔举办了婚礼。2016年2月10号，全智贤凌晨得子。2018年1月26号，诞下二胎儿子。全智贤自去年产下二胎后，偶尔也会参加活动。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全智贤，少了一些少女的感觉，多了几分成熟，肤质和精神都很棒，颜值很能打，简直就是不老女神了。不少网友纷纷表示，姐姐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的呀，看起来状态也是十分的不错，女神不愧是女神，生完两个孩子后身材保持得太好了吧，这个状态简直是女神了，哈哈，状态好，漂亮。